，Action！ 不要跑！再一个，再一个，来，我们先看一下哦。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哎，这不是我好兄弟阿Ken吗？生蚝哥，你怎么又过来？我来探你班呐，饮料都买好了。你怎么看起来好像很累啊？你拍这个动作戏就跟我一样啊，身手矫健，哼哼哈嘿！我秀两招给你看吧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黄毅啊。我只是现在有一点酸痛。哇，哎，我刚刚也是开玩笑，怎么可能真的秀两招给你看？最近是不是很忙啊？对啊，准备下一出戏嘛，用那平板读本，一读就好几个小时，读完之后这个全身肩颈都酸痛。还有，你知道我搞那 YouTube 频道对不对？有时候改变一下 setting 就搬个道具，腰又不舒服。更严重的是，我前几天啊去运动，这运动完之后呢，手拿东西会抖的。那我真的来对了，缓解各种酸痛，快用普拿疼肌力。普拿疼肌力酸痛贴布含消炎止痛成分，可以减轻局部发炎现象，有效缓解肌肉和关节的疼痛。你看，像我今天也有贴哦，贴的平整又好撕。可是上运动不能贴，露出一大块不行啊。那你一定要试试这一款普拿疼肌力镇痛乳胶，低头族肩颈酸、妈妈手肌腱炎、关节痛都非常适用哦。你看这质地，清爽好推，涂抹零死角，而且透过肌力乳胶促进导入的科技，渗透力 up， 缓解酸痛的效果快速有感，长效12小时。这一款可是瑞士进口。世界销售第一的镇痛乳胶，等你明天上工，又是一尾活龙了。你试试看。谢谢你，不常吃哦，真的很实用。你等一下下次就可以跟附近的药师都有在卖，而且还有专业的药师可以咨询酸痛的问题。Action！ 不要跑！啊，动作很棒啊，都 OK。干嘛？现在就用了。像干嘛买？给我就好了啊！我可能要有个法宝给你看一下。什么法宝？快用普拿疼肌力！哎，再来一个 ，sorry。